好，大家好，我是 Muffy， 然后在进行的是第四次的 Neverending Dilemma， 现在的时间是晚上6:46，主持人开始游戏这款游戏的第四次游戏录制。好啦，那好黑啊！啊，上次我们玩到我没有跑到一家音乐里面，然后不停的遇到自己，然后在斧头追杀自己啊，像疯子一样。好啦，那一样，这次我们录大概半个小时，大概录到7点多啊。感觉你已经够黑了，你还要已经够恐怖了，你还要用的那么黑，然后拿一个蜡烛你走来走去的。所以现在是要怎么样？这么黑都不知道敌人在哪里，所以我们就可能只能在门口等，就是等，就是有没有自己突然冲拿着斧头冲过来砍自己啊？只能这样来辨识是否有敌人了。不然这么黑，大家跑那么快，追过来，我就是真的没有地方躲，好吧？而且这集好像只要换一个场景之后，就是他就不见了。我干，麦克龙啊，我帮你开门啊！好吧，所以我们要小心一点，不然随时随地都会被自己砍死啊！啊天哪，为什么会走上玩这款游戏？有人吗？没人。莫名其妙的玩这款游戏吓自己啊！这游戏真的做的蛮不错的，恐怖程度值得推荐的。可能没有说比那个Outlast 还要来的逼真或是更恐怖了。不过还是相比之下，以一个 2D 游戏来讲，实际上是非常不错了。快把人吓死啊！死了，又是死了，一堆死了！天哪！好了，左边右边，好吧，时间是6:48，就大概录到7:20左右。啊，天哪！我们现在到底在哪里啊？一直在家里跟医院迷路，一直跑来跑去的，这也太惨了吧！干，他在我后面干，我居然没发现呢，操！这游戏太堵然了，在黑暗中根本看不到他到底是有没有冲过来。往下走，哎呦，等一下，感觉那边够，守住了，干，好，往下，干嘛？下去啦？做体操，怎样啦？成长运动啊，下去啦！Wake up! Thomas, please wake up! 干嘛 ？Oh God, leave! 我想醒来啊，可是不能醒。Thomas.You're awake. 你干嘛？你要拿针插我是不是？好小。啊，这次结束了，靠北。早知道上次我再录一下就可以结束了，现在就结束了。啊，所以是怎么样？特别感谢，跳过了，所以怎样？这么多，梦魇延续着，是啊。就我们没有破了，没有啊，随便的，不想再玩了。啊，该死的游戏。不是吧，从头开始选择梦魇，所以我们要玩出别的结局吗？梦已成空。现在时间是6:50，好吧，再玩一下。打起来，然后插自己。怎么声音跟动画面没有同步啊？吐血了，赶快在墙上写字，是不是这样？好吧，那主持人就是有介绍录一下，就准备收台。那这个游戏这边结束好了，因为其实不想再玩这款游戏，这款游戏太烦了。好悲啊！
那主持人可能会再录一次《侠盗的车手》之后，就准备录我们的新游戏。那目前那款《特工联盟》可能就没办法录制啊，因为无法存档啊。所以就是说，虽然说好像观众的回馈率蛮多的，好像蛮多人喜欢看那款游戏的样子啊。不过可惜不能玩呢、啊，虽然只录了一集而已，所以就算了吧。那我可能会先玩，就是之前还有人推佐生玩那款《教父》，可能先玩看看吧，看看怎么样。好了，这边我记得这边应该不需要看那个门吧，我就直接往前走就好了。所以这游戏应该是有什么分支点之类的吧？可是分支点在哪里？我怎么知道？要怎么触发？靠北啊，老子底下面喘吧喘三小。我记得其中一个门会吓你，之前就是突然被吓到，就莫名其妙就被吓到，气死我了，是不是你？就是你哦，干，妈的，莫名其妙游戏，为什么我对神经病？然后呢？算了。好啦，再录一下，把时间录完。虽然说这游戏应该准备完结了，不想再玩了，这是社会这游戏了。他在后面，我知道。大哥，你体力那么差。如果真的遇到怪物怎么办？跑都跑不死啊！还没被咬死就被先累死啊！好了，所以想一下，今天是礼拜四嘛，明天礼拜五，所以明天礼拜五可能就录一下《侠盗猎车》之后，就准备录新游戏吧，就可能先选《教父》吧，或者是那个，有一款游戏叫做那个什么啊？对，《霸王二》啦啊。霸王二的话就看情况吧，到时候，因为我是不知道会不会像一代那么鸡掰啊。我当初玩一霸王一的时候，那我吐血。如果观众有看过的话，应该都知道。好了，再看吧。反正这款游戏的点击率也不高，这款游戏就先到这边结束了。可是还是会有观众想看的，毕竟还是有部分的观众对佐生真的很好，真是很开心。他们不会去特别去挑某些影片，我跟他过来，他小，哦，不好意思，讲话讲过头都忘记有那个家伙的存在，所以我们要从头开始啊、哦，不是吧？我还好，好吧，刚刚只是不小心的啊，你不要得意啊，讲，妈的，不理你，你不要咬我。你的，你这个神经病，死瘸子老先生色情狂，死瘸子老先生色情狂，拜拜，叫你不会开门，嘿嘿，死瘸子老先生色情狂，我记得这边好像有个地方就是你虽然跑掉了，不过就突然跑进一个房间里面，然后又被一个神经病咬死了。然后醒来之后就遇到什么思考师什么医生的话割小莫名其妙的真的是好嘿往下沉所以基本上这家伙都在做噩梦嘛一直梦到自己醒来了永远死不了永远的醒来所以刚刚那个结局应该是主角真的醒来了吗应该是吧不知道所以那个艾比什么的到底是他老婆还是他妹妹啊你搞得我好烦哦到底你是谁你是我妹还是我老婆啊神经病莫名其妙然后画面背后一堆那个照片那照片不知道是干嘛的真的是好对又被吓到了操好吧这边我们想办法走到一个分支点我其实不知道怎么走因为现在房间都是现在是6:56，6:56分
好了，我们还有20分钟可以杀杀这个时间。我们看到底要怎么解开这边的分支点？不要理我。对，你走你的，我走我的，互不相欠，互不相干。互不相欠，互不相干。这家伙真的很高哎！为什么一个疯子会长那么高啊？太不公平了！佐藤也希望自己长那么高，偏偏我是个矮子，也没说多矮啊，佐藤还有172，应该算是标准的吧，标准的亚洲人体格。起码佐藤还有在健身，佐藤对自己的身材还蛮满意的，虽然说没有说很壮，起码不是瘦瘦的，以前是佐藤超瘦的，瘦到不行。现在还有点肉啊，而且我是零脂肪，我的脂肪只有12%、13%，很开心。好了，不讲那么多了。OK， 对不起，而且那玻璃好像可以把引开哈，不，我直接过来故意踩个玻璃，然后展开一点，有没有？哎呦，笨蛋！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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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然后再不理他。嘿嘿嘿，蠢蛋！好了，这边来干。这边我想要直接跑过去哦，还是哪边啊？我也忘记了。哎，不是这边了。阿爸，快到门口是要跑一下，吸引他过来，就他也不能，他也不能怎么样。爽，怎样？我爽呢，爽爽的。现在时间是6:58，好，才过两分钟而已吧。哦，天哪！好吧，慢慢玩。你不能这么跑的吗？另一件再慢慢来，然后一脸死鱼眼在那边，好像很多人欠你钱一样。所以我在前面的分支就怎么跑去第一个啊？第一个结局不知道怎么个啊？因为我的分支好像是先选到上面的，然后又选到中间那个，隔最上面那个话是怎样？所以我应该是在那个分支的时候不知道做了什么选择，还是走了什么路，然后再跑到那边去吧。这边，哦，这边。不要跟在后面，慢慢走。我们就不能拿个东西丢过去吗？这样就算吸引他的目光了。为什么要这样像白痴一样跟在人家后面？哎，你动点脑子好不好，主角？妈，你不丢个东西吸引他过去就好了？你一定要这样子？那蠢，我阿妈都比你聪明。这边呢？这边是怎么样？应该快到了吧？应该可以准备见那个什么斯考特还是斯考斯的医生。一堆血，一堆番茄酱，血血血，好，要到了没啊？不敢，不敢，有人追过来吗？没有了，吓我，吓唬我，吓我是没有用的，团牛才是食神。好了，卖个北宫位了，这边要怎么样？到底到了没啊？感觉很远。这地图是蛮，地图是不小啦，不过这地图很多人是很烦的。哎，啊，这边，这边要直接冲过去，然后就进入房间，然后被咬死。
Abby, what's going on? 史密斯医生呢 ？Dr. Smith， 但是你是我妹妹。哇，这边可以跳过吗 ？Why am I here? Why am I here?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你可以出去了，出去面对那些疯子。干，你自己不要出去啊！臭鸟，臭婆娘。好吧，这边我记得先踩一下，他就会冲过来，那我们就可以跟他走过去，耶、yeah ！呵呵，然后后面这些尸体都应该都是自己吧，主角的尸体，一堆尸体 ，CT， 一堆堆尸体，哦对。我们直接跑过去就好了。哎呀，这边呢？我最后面是怎么过的啊？我好像是等一下会有个什么类似地铁上的东西吧，就是一个悬崖之类的什么东西。我才要玻璃了。地铁上之类的东西，然后回去之后就遇到医生，然后把我抓死，然后就又拿针打我。所以那边我应该是跳下去吗？还是怎么样？应该是吧，我也不知道。出口这边吧，希望不要回去就对了。这边可以下去的意思吗？呜呜呜呜，深度体操，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哇哇哇哇哇哇，我看过哈林鸟，对不对？哈林雪，对不对？哈林雪。可乐带罗雷打的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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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吧？哦，谁？你变个小朋友？哎，有兔子哎，我手上有兔子哦，我手上有兔子。哎，原来这些玩具士兵是我的。啊，你小时候体力怎么还是那么差啊？妈，跑没几下就喘得要命。小。这又是哪里啊？赶快回到这个死人房子啊！天哪！厕所。你那拿的那兔子也蛮好笑的。娃娃，这谁的房间？不会是你妹的房间吧？你妹的房间呢？所以我现在在哪里啊？算了。咪妹的房间，暂时应该是不会出现什么怪物吧？你不要那么靠背啊！跑没几下，所以这边是绕一圈的意思吧？对，绕一圈。何必绕一圈呢？对不对？啊，慢慢走啊，把你们传吧，怎样？气喘病呢？好了，今天不知道会有什么人突然吓我。叮！哎呦，又要砍头了！一成不变的闹钟，这边是不是要吓我啦？老梗了啦，我知道啦。然后有叫我从那个窗户那边撞过去，对不对？我知道。来，出来，下一个吧。没有，下一个，没有。再下一个。怎么都没有？重点是我怎么突然变小了？你怎么突然变小孩子啦？啊，小孩子比较可爱。这是谁啊？娃娃，士兵先生。我干！吓到我！妈，他们打给我是怎样？我在录游戏，不要这样子啊！吓到我了！天哪！这边呢？我说的时候三分话吧，这边不要是圣经吧？哦，没有。你又是谁啊？一堆奇怪的画像，一堆不同的人。这画像的意思吧？哎呦，有什么东西晃过去？我不要走那边太恐怖了。噔噔噔噔噔。哎呦，
这是 Jenny， 我有印象。肉饼，所以我们要去哪里？等一下我看看那边就好了。所以刚刚那团黑影是什么东西啊？不知道，说明那边有什么东西，先过去看看好了。哎，这游戏其实蛮固定的，就是如果下个地区的路很长的话，代表这边的路可能就是死路之类的。哎，你好，妈豆，这个他妈真的是死路。所以刚刚我看到的黑影是什么东西，还是我看错了？什么都没有，骗人的。啊，算了，不理他。我操，杀手。吓到我了，我操蛋！你累了，对不起啊，我注意有在看我的赖，对不起哦，没注意到你。好了，现在时间是7:07，哦，我们还有13分钟可以慢慢录制。你是阿兔子娃娃是出来跑去的，他的耳朵都不会断掉。这边不会有突然有东西从玻璃里面撞我，不会有只乌鸦什么的突然砰一声。又有话想。所以他真的是你妹妹吗？好，青菜了，随便啦，管他是你妹还是你老婆。不要拖你的娃娃，你的娃娃会破了，他会痛的。厕所。我们是不是回到一开始的房间了？真的。重点是谁会把乌鸦当成自己的话？放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当画像了，所以现在呢，失路一条。背景是不是变了？背景变了，地图又变了。你又是谁啊？没那么帅，我要帅怎样的？又酷又帅。二干。啊不不不不不不要不要啊不要啊不要现在在哪里啊？快来！为哪卖吹呀？吹啥屌？为什么会在这边醒来啊？奇怪了，诡异的声音。Follow me， 所以你真的是我妹啊？这边是有路的意思吗？有呢。你在这边啊 ？Hurry！靠背啊，你气场病啊？那这什么东西啊？黑黑东西在外面。算了，不理他。谁呢？这是有岔路的意思吗？上面、下面、下面、上面，好，走上面。过不去。人呢？死路，干你！体力真的很差像以后怎么幸福啊？没几下就喘成这样子。好，慢慢走，慢慢走。他怎么了？你卖造了一只西工呢？我们那都不会喘，又会喘，里面的体力都比你喘，怎么这么慢？我也知道啊。我也想快一点，我也想快一点啊。是男人太快不好啊。
这是什么？老鼠还是什么肉？啊，随便啦。下面，好了，随便走了。喂，你干嘛呢啊？你鞋？跟背景有双眼睛在看我，恐怖！危险用跑的，这是什么东西？不能检查了。怎么有黑黑的眼睛在看我？可恶！你抓不到我，废话。不然我们要交换角色啊。怎么越来越黑啊？看左上面好了，感觉上面比较安全。你在这边、啊。干！哈哈哈！好，走的，我们走 ，Let's go！ Let's go！ 哦，那个树好像一只手。这是墓地。你到了墓地，我们要干嘛 ？Let's go！ 林子又被骂狗了。上路需要 gank。Let's go！ 这不是你的坟墓吗？我知道啊。不用检查了。这边嘞，这是啥桥？是谁的陵墓吗？没有，还有呢。是谁？是什么？那是谁的照片？管他。好了，现在时间是7:13，好了，他们到底要怎么样？What do you want me to do？ 怎么这么慢？没靠背啊！这是用跑的，不要用跑的都会喘。有鹿怎么都有？怎么一堆畜生的尸体啊？小鹿斑比，他们内脏都跑出来了，恶心！我这边也太多尸体了吧？给嘞呀！猫头鹰呢？咕咕。眼睛变红色的，后面眼睛是红色的，好恐怖啊！你怎么了？你不叫我跟你啊干？靠背啊！你们醒来了？医生呢？医生怎么不见了？医生呢？史密斯医生呢？干！我不会回到病院了吧？干！我又回来了，没了，就我变成小孩子在病院里面了。就跟你说你疯了哈，你还不相信？今天是7:15，好了，差不多了。我准备收台了，这游戏到这边结束好了，不想再录了，因为这游戏好像蛮多的实况组会录吧，所以说各位观众如果想看其他结局的话，应该可以看一下别人的实况组吧，主要只在录个好玩而已。而且这结局到底，因为玩出很多结局是麻烦的，主线是有点懒的，这就算了吧。所以呢，我们又回来了。我们从病院跳下去之后，然后就跑到了家里面，然后跑到树里面，然后你干嘛？小孩子你也咬，没有人性。小孩子叫的声比较靠北，我叫的好高声，声音叫的很尖呢。你好，叔叔，你怎么眼睛瞎了？好了，今天游戏就到这边结束了，谢谢观赏了，那就这样子了，那下次这游戏就到这边结束了，好，拜拜。